边爱秀先生，请问你是？我是你的儿子。一场意外让他们互换身份。你们弄错了，我不是卞汉秀。尹硕，我们将错就错吧。托你的福，我过得很好。爸，我爱你。能让你儿子当我的儿子吗？住进我们家吗？来这里吗？因为他是你爸的儿子。啊！人气偶像李准，清新女神婷昭敏，性感恶女李幼梨。1月9号晚上6点，爸爸好奇怪。